孙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夫人的关系可好着呢。好着呢。孙夫人莫要不信，我家娘子每次见上我一面，都会在我的脸颊上亲上一口。星海城是有一名女性隐退的绣娘，不过她因爱生恨，最见不得夫妻不睦。光大人宠妻一事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孙夫人过奖了，来。孙夫人有什么话，咱们进府上说吧。来，快快请进。